兄姊妹主内平安。哎、咱们一同来交通医治与释放，因为我们已经交通了第四，现在是第五讲。我们继续把圣经拿到罗马书第六章。罗马书第六章。小的第六章。第十六节读到第二十三节，第十六节读到二十三节，晓得没？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圣命的奴仆以致成义。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是现今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真理的模范，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义的奴仆。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义，结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因为你们做罪之奴仆的时候，就不被义约束了。你们现今所看为羞耻的事，当日有什么果子呢？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神的奴仆，就有成圣的果子，那结局就是永生。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好，感谢主的恩典。我们一同来闭目，为今天所查考的医治与释放向神献上祈求祷告。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阿门。因为你已经在天上垂听了众弟兄姊妹的祷告，阿门。但愿我们的祷告都达到主你的面前，阿门。因为我相信主你没有撇下我们为孤儿，阿门。虽有妇人离弃吃奶的婴孩，但耶和华你永不离开你自己的儿女，阿门。你顾念你自己的儿女，阿门。并且你垂听你儿女的祷告，阿门。因为你应许我们，在地上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阿们。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阿们。就把这堂课交在你大能的手中，阿们。我相信你必不推却我们的祷告，阿们。我相信我们众弟兄姊妹的祷告都已经达到主你的面前，阿们。如同馨香的供物陈列在主你的面前，阿们。因为我们在你面前都是蒙你赐福的一小群，阿们。都是蒙你大爱的一小群，阿们。今天我们就把我们在座有病的肢体都交托在主你的手里，阿们。今天你不仅仅要借着我们传道，阿还要叫我们用你自己的大能的手伸出来，来医治所有的病人，阿们。因为你是听祷告的神，阿们。你今天你必照着你自己在圣经应许给我们的话语给我们成就，阿们。主就求你借着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释放这里所有的灵魂，阿们。释放这里的病人，阿们。使他们看见你的荣耀，阿们。使他们经历你的大能，阿们。使他们经历主你伸手来医治他们，阿们。使他们更加的借着这件事情来认识你这位独一的真神，阿们。来认识你这全能的真神，阿们。主，我们感谢你把今天这堂课完全的交在你大能的手中，阿们。求主你亲自来赐福这一堂课，阿们。叫你自己的瓦器带着天上的权柄和能力来传讲天国的奥秘，阿们。求你帮助我们，求你引导我们，阿们。求你亲自来赐福给你自己的每一个儿女，阿们。因为我们在你面前，因为我们什么也没有，我们是软弱的，在软弱的时候主你的刚强就在我们身上显明出来，当我们灰心的时候你必加添我们的力量，主你必不叫你自己的话语落空，你是信实的主，你是守约是慈爱的神，今天你照着你自己所
赐给我们的应许，给我们成就吧。主啊，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就求你把医治与释放这堂课完全的握在你的手中。求你照着你自己的大怜悯，怜悯这一小群儿女，使我们都能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知道，主你今天在基督耶稣里面医治释放了我们，使我们今天不再做罪的奴仆，不再做律法的奴仆，不再做世界的奴仆，不再做撒旦的奴仆。今天就求你在我们中间亲自来说话，你引导你自己的众儿女的心灵，使我们照着主你的应许来在我们中间传达主你的旨意。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求你与这里头每一个肢体同在。我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撒旦邪灵从我们中间出去，你使我们中间在你面前清心吐意的来聆听你从天上来的训诲，并且把你自己的话语丰丰富富存在我们心中。应允我的祷告，感谢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的，阿门。好，感谢主的恩典，我们一同来交通医治与释放。首先我们医治已经讲过了，现在讲释放。怎么释放呢？先从哪里释放呢？从罪里得释放。一个没从罪里得释放的人，他说他侍奉神，你相信吗？你相不相信？相信呢。没从罪里得释放就侍奉神，可以不可以呢？可以。不可以的。因为圣经罗马书第六章这一段经文，我为什么读这一段经文，就是从罪里得释放了就做了义的农夫，才能侍奉神。无罪的人侍奉神，乃是圣洁无有瑕疵的，这是罗马书第12章里提到的。所以将你们的身体当作活祭献上，乃是圣洁无有瑕疵的，乃是神所喜悦的，对不对？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所以我们总要查验何为神的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对不对？什么是神的善良？上帝要的是善良的，不要的是不善良的。上帝要的是纯全的，不要的是不纯全的，对不对？上帝要的是圣洁的，不是要的是污秽的。当一个人当他带着污秽，身上带着罪，他就说他信耶稣，他就说我信，他来侍奉神，还没从罪里得释放。这样的人嘴上说我是侍奉神的，其实你不要相信他的话，因为到现如今他到如今圣经的应许他没抓住。因为罗马书第六章这段经文就是给我们的应许。什么应许呢？这个应许是很何等的关键的。这个应许我们看第16节，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是不是？先是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是不是？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呢？这句话很关键，这是说献上谁。那我们这个属肉体的生命，保罗在第7章说已经说到了，是已经，我们看第7章第14节，第14节找到吗？我们原晓的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们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是不是这么说的？这里面是这肉体的生命已经卖给罪了，卖给罪的肉体的生命就做谁的奴仆呢？做罪的奴仆。那既然是卖给罪，做罪的奴仆，肉体以罪因罪而死，合不合圣经的真理呢？合不合乎。那我现在已经卖给罪了，对不对？什么卖给罪的呢？卖给罪的是肉体，对不对？卖给义的是什么？是灵卖给义的，肉体卖给罪的。所以以至于做罪的奴仆就是已经卖给他，卖给他不能再买回来，买不回来的，对不对？所以这个肉体只能卖给罪的，肉体只能因罪而什么？而死。看清楚了啊，卖给罪的人等于什么？死。罪的工价乃是死，等于死。这个肉体已经卖给罪了，所以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什么？死。你肉体为什么死的？做罪之奴仆，对不对？清楚了，看这个地方就特别特别清楚。罗马书第六章，如果你这么胡乱的查，你说献上谁就做谁的奴仆，那我要问弟兄姊妹，你的肉体献给罪了没有？献给罪了吗？卖给罪是不是献给罪了？卖给罪是他花钱买的，
他花钱买的，你给他也得给他，不给他也给他，卖给罪了，那罪的工价乃是一死，对不对呀、啊？所以圣经你详细的看，这里边没有一句话是矛盾的，只是有许多人看矛盾的，是不是？那我的心灵现在被耶稣基督重价宝血买回来了，卖给谁了呢？卖给谁？卖给义了。注意看这段经文，卖给义了。所以以至于成义，对不对？等于什么？一个死一个生，对不对？哪个？这是肉，对不对？肉卖给谁的？灵卖给谁的？圣经没有矛盾，对不对？肉体因为卖给罪的，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有两个而，一个是而死，一个是而活。这两个看清楚了啊！我没查我自己的话，我在查罗马书第六章，这段话不是我写的，是圣经圣灵默示来的，对不对？那卖给罪的人因罪而死，那我今天我受洗归入基督了，是不是归入他死？罗马书第六章下面说，因为我们受洗，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的乃是归入他的死吗？是不是归入他的死？为什么要归入他的死？因为他已经卖给谁了？是不是罗马书第六章是这个意思？你好像是今天我的肉体不能卖给罪，你不给卖给罪也得死。你说你不给卖给罪，你说我的肉体不卖给罪，我要卖给义，不行。你要肉体要卖给义了就坏了，血肉之体就能承受神的国了。这句话又矛盾了，因为卖给义了嘛，因义承受神的国不对吗？那我的肉体能不能因义而承受神的国呢？所以想方设法，你用在旧约里头要人用肉体守律法成义，没有一个成义的。因为在罗马书第三章讲得很清楚，没有一个人靠着肉体靠着血肉绑臂在神面前称义的，这是明显的，对不对？没有一个人靠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为什么呢？因为那里面讲的特别清楚，第三章讲的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没有行义的连一个也没有，就这么说的，对不对？一同变为无用，一同的污秽的，对不对？耶和华从天上谁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行善的没有，连一个都没有，一个行善的也没有。这就证明所有世人借着律法来显明他的肉体根本达不到义的标准。那我今天这个义不是我今天守出来的，也不是我肉体中间做什么做出来，因为肉体已经在守律法上，肉体我若凭肉体就得靠手，但靠手没有一个成功，全部失败了，对不对？全部失败了，今天上帝才用这种方法，肉因失败因罪而什么？这就满足了上帝律法的公义要求，对不对？满足完事了。我怎么死的？不是我自己去投河，不是喝毒药死的，不是投火车死的，怎么死的呢？借着信心归入基督的死，这么死的，对不对？不然的话，上帝的公义在哪里呢？上帝为什么把律法规条多多的设立许多的律法规条？设立这些规条目的是什么？就是要显明他的公义，不是要显明你的义，而是要显明神的义，对不对？为什么要显明他？你当你发现了我肉体守不住律法的时候，这时候显出的是上帝的义，不是显出我的义，对不对？当律法我守不住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个死临到我，我是毫无怨言的接受了耶稣基督这个死，正好照上帝的旨意了。什么叫遵行神旨意？如果圣经告诉我们肉体因罪而死，我守不住律法因罪而死，正合乎上帝的旨意，心灵却因义而活也合乎上帝的旨意。如果我在这两条道上，就是把这两件事情搞清楚了，你就是遵行神旨意的人。否则的话，你想靠肉体达到一种标准，说我要行善，我要靠肉体行善，我肉体就不死了，将来也不用进火葬场了，对不对？也不用埋葬了，不可能的事儿，没有这个事儿，对不对？达不到的。因为人没有一个人能靠肉体的膀臂达到上帝的标准的，是不是？这样肉体因罪而死，卖给罪的因罪而死，最合乎上帝的旨意了。心灵却因义而活，上帝说我不要肉体了，肉体也不能行善，不要它了，不要它怎么办呢？
那你们给你们一个机会，就是借着信心归入基督的死，好不好？好，这是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基督教信仰和所有信仰不一样的，就是所有信仰都是靠苦待己身修炼。怎么修炼？你是败坏的农夫，你信不信呢？怎么修炼都是败坏的农夫，因为这性情，这个肉体的性情就跟亚当一样，你就是给他洗净了，我还说给他洗净，他回去还滚，你信不信？那猪洗净了回去滚，就跟我们这个肉体洗净了回去再滚一样的，狗吐出来再吃，就跟我们这个肉体一样，做了再做，回头再吐出来再吃，就是说扔掉的东西再捡回来，吐出一东西再吃回来，这就是肉体的性情，所以它永远不能达到上帝的标准。因此上帝知道肉体里根本就没有良善，因此给他画一个，给他设立一个坟墓，给他画个圈，什么圈呢？死的圈，就叫他在死里面，心灵却因义而活。现在呢，我用信心把心灵从肉体中间带出来，这就是我不属肉体。如果我不用信心将其灵魂从肉体中间带出来，我还是做败坏的奴仆。你听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用信心使自己的灵不属肉体，乃属圣灵，对不对？我用信心把自己的灵从肉体中间拉出来，是用信心走出来的，对不对？跳出来，蹦出来，用什么蹦呢？用什么跳呢？信心来跳出来，这就是亚伯拉罕的信。亚伯拉罕行为不好，但是他用信心从肉体中间跳出来，因此上帝不纪念他的罪前和他的过犯了。有罪前有过犯，那每个人都有，不是你有，而是别人也有，但有方法的从肉体中间出来。好，这个罪恶中间，最终这肉体有罪，我必须从肉体中间出来才能脱离罪，对不对？脱离那个败坏的坑的辖制，这本身这个肉体本身是个败坏的坑。好，咱们先把这个先放下，我们看撒迦利亚书小子们第九章第十一节，撒迦利亚书第九章第十一节，读到十二节，找到吗？找到，咱们一同来读这段经文啊。934页。西安呐，我因与你立约的血，将你中间背离而求的人从无水的坑中释放出来，你们被求的有指望的人要转回保障。我今日说明我必加倍的赐福给你们。你看，首先是从哪里出来呢？为什么神要救我？因为上帝纪念他跟我们立的约。这里边说，西安呐，我因与你立约的血，因着这个血，因为耶稣的血是为我流出来的，对不对？我因着跟我立这个约的血，将你中间被掳而求的人，被什么掳去了？被罪恶掳去，被世界掳去，被魔鬼掳去，被掳而求的人，现在囚禁在这个败坏的坑中。那个坑是什么坑呢？从无水的坑中释放出来。无水代表什么？没有活水，没有活水，没有生命的坑中把它救出来，干是吧？干涸的空中，那个坑中把它救出来，是不是啊？神要把那些因为上帝的因立约有这个立约的血的人从那个什么坑里救出来呢？没有生命的坑中，没有水，当然就是没有生命，把我们从那坑中救出来。一个没救出来的人说，我今天做神的工，还在那败坏的坑中，说我今天做神的工，撒不撒谎？明显是撒谎，对不对？明显是撒谎，因为他还在那败坏的坑里头，他没有出来。所以因此呢，这里边说，首先是因为他立约的血在我们身上，下面是将你中间
被掳而囚的人，被掳就是被抓去没有自由的人，掳被囚的人不得释放的人，囚是在监牢中间，过去那种木笼囚车把人脑袋露头露出来了，完了身体在那个木笼里头，有没有自由？没有自由。枷锁带上了，有没有自由？头被卡在那个囚车里头，有没有自由？这是没有自由的。一个人当他没有从罪恶里出来的时候，他是一个被罪辖制、被罪恶辖制的人，没有自由的人，还要把自己献给什么？还要把自己献给主吗？献给主，主要不要呢？这里头不是你今天我做点什么好事我就是不在罪里，不是这个回事。有没有今天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把你从罪恶里赎出来？赎没赎出来？没赎出来，你还在败坏的坑里头，你献给神做器具，神要吗？不要。神不要的，因为今天上帝要的是圣洁无有瑕疵，神所喜悦的就是罗马书上将自己献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不是经过了死又经过活呀？肉体因罪而死，心灵因义而活，才献上的。没死也没活，献什么呢？献败坏的人呢？好，再往下看啊。无水的坑中就是指那个大肉体，那个大肉体就是无水的坑中，大肉体里没有生命，大肉体里没有良善，大肉体里没有爱，所以要把我们从这个污水的坑中，肉体里根本没有好的东西，上帝要把我从这个污水的坑中救出来，从这世界的坑中救出来，是不是啊？从撒旦的权势下救出来。好，再往下看啊，第六节，我们被囚而有指望的人都要转回保障，保障是指在基督里耶稣里都要转回保障，是不是啊？我们被囚的，原来是被囚的，有指望的人都要转回保障。什么是有指望啊？在基督耶稣里得救了，重生了，就有指望，否则的话没有指望。下面再看，我如今说明我必加倍赐福给你们，这才是得到真正的赐福。有许多人还没有平安，还在罪里头，神赐福你吗？啊，神不会赐福这样的人的。上帝要赐福什么样的人呢？从罪里得释放的人，对不对？我们再看以赛亚书38:17，往前翻，38:17，以赛亚书38:17。38:17啊，小子们，看呐，我受大苦，本为使我得什么？平安。下面说，因你因爱我的灵魂，便救我脱离什么？败坏的坑，必须从这败坏的坑中出来。下面说，注意再看啊，因为你将我一切的罪扔在你的什么？上帝不纪念我一切罪，给扔在背后了，他要救我脱离这败坏的坑。听懂了这句话？听懂。这里边说，因我受大苦，是要叫我什么？看呐，我受大苦，本是与我可得什么？得平安的。下面说什么？你因爱我的灵魂。不是爱你的肉体，下面脱离那败坏的坑就是属肉体的生命，叫你的灵魂从你肉体中间脱离出来。那人为什么会败坏呢？用肉体手就是败坏，你信不信？我们看哥罗西书往后翻，哥罗西书第2:20，为什么会败坏？人为什么会败坏的呢？就是人当回到守规条中间，靠肉体守规条，你只能败坏，是不是啊？是。败坏的原因你得找到原因，守规条的人肯定败坏，守律法的人肯定败坏，守律例典章的人肯定败坏，
因为这里边说败坏是指什么呢？注意看二十节二十一一直到二十三节，找到吗？找到，咱们一同开声来读这段经文。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这都是照人所吩咐所教导的，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这些规条使人无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身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的。这句话说明什么？为什么说他救我脱离这些败坏的坑？人为什么会败坏？那败坏坑是肉体说的，对不对？当我现在不要脱离肉体的时候，我属肉体，住进肉体中间，要靠肉体守一些什么这个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规条，那结果产生的就是什么啊？是不是败坏啊？是不是这么说的？这败坏从哪里来的呢？就是有人给你这些规条，为什么要服从？我们既然是与基督同死，肉体因罪而死，不是叫肉体来做一件好事来讨神的喜欢。当我做一件好事，我就得守规条，当我一守规条产生结果是什么？败坏。当有人告诉你守这个不可拿不可吃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你产生就是败坏。你信不信呢？因为这是圣经的话，不是我的话，就这么说的。当你越靠守，人根本就守不住了。因为罗马书第七章说，我规条来了，诫命来了，罪就活了，我就死了。你信不信呢？为什么会败坏？因为越守规条，罪越给挑拨了，罪一挑拨了就把我杀死了，我就活在败坏中间，活在灭亡中间，对不对呀？你这件事是何等的关键呢？就在那败坏里头。我们再看一段经文啊，彼得后书，彼得后书，有许多人这边还在败坏里活着，守规条都在败坏里活着，这边还教训人，叫人得自由呢。第二章第十七节，彼得后书第二章十七节，你看这些经文呢，这些经文就是针对那些人败坏的人说的，自己败坏，自己说我在我老婆以外，我再没有看见任何的女人的身体。紧接着就开始就干一些不，上帝就让你看见，你虽然没犯这样，你要靠守律法规条，上帝让你看见你别的地方犯了，你贪心，你贪心就跟拜偶像同罪的，你就干，你虽然你贪心是最从后最小的一条，但是你犯了前面所有的条都犯了。你跟拜偶像前面是十条诫命中间前面是告诉不可拜偶像，对不对？不可是吗？拿天上上天下地地底下水中的百物当做偶像来敬拜，这里面说什么？贪心就跟拜偶像一样的。如果今天我不去守那些规条，也不拿这些规条来夸口，不拿肉体夸口，上帝能不能纪念我的罪前和我的过犯？不能的，不能的。那基督徒他也败坏，他肉体也败坏，但是却不被纪念了，就按照信心归入基督的死就不被纪念了。但非那些非在信心中间建造，是在规条中间建造的人，这里面上帝就要纪念他，他败坏上帝就纪念他。你比如说，我说我没有奸淫呐，耶稣说你看见妇女动了淫念了就已经犯奸淫了，严不严厉啊？严厉，更严厉的，对不对？你说我没有拜偶像，但圣经说什么？贪心却与拜偶像是什么？一样的，对不对？一样就是没有两样。你虽然最大的一条你没有犯，但最小的一条你犯了，就等于把前面最大的一条都犯了，这就把人的口给塞着严严的，叫你知道你今天你若是靠着自己肉体靠守律法靠守规条夸口，下面败坏紧接着就是跟随着你，听懂吗？这句话是实际上他是对那些靠自己靠律法规条夸口的人去写给他们的，对不对？使他们能够在主的面前卑微下来，不要靠肉体夸口了。其实上帝给他们机会了，不是没给他们机会，对不对？好，咱们看这段经文啊，这段经文是讲那些靠肉体夸口重情欲靠肉体的情欲来侍奉神的，这些人是无水的
井，刚才从污水的坑中出来，这地方是污水的井，污水的井表面里面还没有生命，是不是？污水的井，那你我去打水去，我上是污水的井里打，是上油水井里打，上油水井里打。耶稣基督跟撒玛利亚人论活水的时候，那么这个撒玛利亚夫人到雅各井那里去打水，对不对？那井里头有没有水？没有水。耶稣说你给我水喝吗？有水呀、啊、那个时候那个水只是表明天上的水，最后耶稣跟他借着这件事情跟他谈天上的活水。这里污水的井表明什么？就是没有主的生命，这样叫无水的井。耶稣说你喝了这水还会再渴，你要喝了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他要在你里边成为泉源，是永刀永生的。耶稣当时说的无水的井是指什么？就是指人这个心灵这个肉体中间根本就没有生，这个里边根本就没有生命，心灵中间也没有生命，这样人拿什么夸口呢？重情欲在肉体中间夸口。你注意往下看啊，有许多弟兄姊妹看这段经文吓一跳，以为是对你说的。往下看啊，病下面说是狂风吹逼的什么雾气？雾气，这雾气是飘渺不定的，对不对？是不坚固的意思。搁这地方有，搁那地方没有。那雾气呀、啊，它是个气，就不过是一个雾，没有形，是不是啊？这就说明人里面根本就没有定型的生命，没有基督成型在他心里头，所以像雾气一样的，像狂风吹逼的雾气一样。狂风吹逼雾气，这雾气在这叫狂风一吹就散了，对不对？这也就是雾气它是能散的。我们今天这生命是永远不散的，是真理的生命在我里面，根本就不会散的，对不对？再往下看啊，说在墨黑的是吧，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存留。它里面是幽暗的，它将来还是幽暗的，没得着生命是不是幽暗的？圣经说什么？你们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就去开始啊，是吧，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存留。我们现在不在幽暗里头，对不对？幽暗是表明是黑暗，幽暗之子，我们不属幽暗了。因为帖撒罗尼迦前书和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说我们不属幽暗的，罗马书的第十一章也说我们不属幽暗的，然后呢以弗所书说我们不属幽暗的，耶稣也说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他是世界的光，他说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我们不属幽暗，就属光明之子了，我们属光明子女，对不对？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信实和公义，对不对？先成为光明之子，这里面是他们有墨黑的幽暗为他们存留。再往下第十八节，他们说虚妄惊夸的大话，虚妄惊夸的大话。这里面说虚妄是没有依据的，叫虚的，是不是啊？没有，不是真理就是虚的，真理是永不改变，这是虚的。金夸就是拿自己的肉体来夸口，这叫金夸的话。再往下看，用肉体的情欲和还什么邪淫，这是引诱那些刚才脱离妄行的人。用什么引诱？用肉身。但上帝不是引诱，上帝是吸引。神是用吸引的方法，这是用肉身的情欲来引诱你。引诱是贬义，吸引是褒义，是不是啊？再往下看啊，他们应许人得以自由，下面说自己却做败坏的什么奴仆，因为人被谁制服就做谁的什么奴仆。这句话正合乎了，他被什么制服了？被罪制服。但我们今天已经胜过罪了，我们怎么胜过罪的呢？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二节怎么胜过罪的？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我们是住进基督耶稣里胜过罪的。他们是靠肉体情欲去诱惑那些老实人，去诱惑那些刚脱离妄行的人，叫你在肉体中间靠肉体的行为。刚才我说叫你服从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是不是肉体的行为？肉体的情欲就中这些，他们就在这里活着，刚脱离妄行，凭信心就脱离了，对不对？
他不让你凭信心，在肉体重情欲，叫你靠肉体。你能脱离妄行吗？靠肉体能不能脱离妄行？脱离不了。那我们怎么脱离肉体呢？我们现在不靠肉体，而是脱离肉体，对不对？一不一样？我们和他们讲的一不一样？我们今天是脱离肉体，因为肉体已经卖给罪了，因罪而死，是不脱离了？一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是不是这么回事？因为这是真理，我们是借着死脱离妄行的，而他刚脱离妄行，他就把他拉出来，拉进进到肉体，你守这些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胆类的规条，叫你靠肉体重情欲。你听懂什么意思吗？这里面是什么意思啊？你看，肉体这里面说的情欲和邪淫的事，什么叫邪淫？这个邪淫是代表在律法下的人，靠守律法的人就是行邪淫，就是行淫呐、啊，是不是、啊？我今天我原本不靠律法，我翻靠基督就不是行邪淫，你就是心腹。当我连靠信耶稣，再靠守律法，罗马书七章一节就说这是大淫妇，就有点重邪淫，就叫你行淫，属灵的行淫，对不对呀？啊，他们对不对？这样对不对呢？我们通过查考圣经知道他们完全是错误的。这边自己还应许别人的自由呢，那边自己还做败坏的农夫呢，是不是啊？还做败坏农夫。那我们知道基督徒他肉体中间也有败坏，是不是啊？我们实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与儿子永远的荣耀，也要，是不是啊？基督徒也，但基督徒这和他们那不一样的。基督徒他是希望脱离败坏辖制，而他们不是的，他们是在败坏中间，自己在败坏中间被辖制住了，没从败坏中间脱离出来，是不是、啊？没从肉体中间脱离出来，肉体不是因着死就脱离败坏了，而他们是靠那个败坏的肉体去行事，一定是重情欲的。听懂了吗？听懂了。圣经明说的，我们在不在律法下，是吧？就不放纵肉体的私欲了。靠圣灵得生，就到靠圣灵显示，就不放纵肉体的私欲了。那么现在我靠圣灵得生，下面靠肉体成全，你说是不是放纵肉体的私欲啊？那明显就是嘛。罪并不能做我们的主，因为我们不在律法以下，他就不能做主。在律法以下，罪就做主，因此罪做主。死就在你身上做王，对不对？义做主，生就在你身上做王，是不是、啊？在律法下的人罪做王，罪做主，死就做王；在恩典下的人义做主，生就在你身上做王，对不对？永生在你身上做王。那么这句话讲的是讲那些靠着情欲、靠肉体绑臂、重情欲的人，叫人守这规条、守那规条，能不能守住？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欲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身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我们肉体的情欲是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基督是我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不是我们靠肉体守哪规条守住的。那么又跟那些在律法分子又跑到一起去了吗？啊，我们今天和律法分子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们不要这跑向那边向，跑来跑去把你道全跑没有。你不信你看，那在宗教里活的没有一个明白救恩真理的。你不要以为你们奉献了就是好，你奉献你不照着上帝所安排的在新约的奉献，你照着旧约的奉献，你照样是不得奖赏。别再被瞎扯，不奉献就被咒诅了。一回家衣服有什么毛病了，就是是不是没按十一奉献呢？十一是旧约的，是律法时代的。我们今天新约是照着新约奉献，是甘心乐意的，不要做难，不要勉强。这么奉献的乃是神所喜悦，神所悦纳。这是哥林多后书第九章里提到的，可以回去看，不是我说的。新约和旧约里面的奉献不一样，新约和旧约的侍奉方法也不一样。因为旧约里他是靠律法，凭肉体靠律法来侍奉神，都失败了。今天新约上帝才改换一种侍奉方法，旧约的是立位支派的，凭肉体守条例来侍奉神。今天新约是犹大支派的，不是守条例，乃是靠着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靠着这无穷之生命的大能来侍奉神，对不对？
哪样好呢？是靠神的能力侍奉神好，还是靠肉体的绑臂好呢？这样你就可以清楚地知道我们今天为什么也来强调这件事情。你可能是可能感觉到王一浩强调的太多了，王一浩讲到怎么强调这么多呢？那不也得守点吗？你可以守啊，你守就在罪里没得释放，没得释放的人不要谈天国的事，不要谈永生的事，不要谈我怎么进天国将来得荣耀，不要谈这事，那和你一点关系都没有，对不对啊？你守日本的立法，你不要谈在中国做一个好公民，因为你守的是日本的立法，你上中国来谈日本立法，法律会制裁你的。你守的是日本立法，你可能守住了日本立法，你在日本是个好公民，你在中国是个坏公民。你听懂什么意思吗？你守住了日本的立法，你日本的交通法、日本的宪法、日本的婚姻法，你都守了，但你今天违反了中国的律法，你听懂了吗？你去守旧约犹太人的律法，你现在直接干犯了耶稣基督，因为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听懂了吗？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当你守旧约，那个民族都不一样，都改换民族了，民族都死了，你又去把这个死人的律法拿过来给我手上，你想想看，你现在违背谁了？违背基督了。因为律法总结那个影子已经过去了，实体来了，但你不去守这实体，你去守那影子。现在网上大肆的传守律法，也不是安息日，是末世论，大肆传守安息日、守律法规条，他根本都没明白，还预言基督再来，拼多多三次预言都失败了，现在继续预言，还有人相信，这些人简直是缺心眼的人，脑袋都有问题的一群人，是不是啊？失败了还有人相信，我就说这些相信的人就有问题。你看他荒谬无凭的话语他就相信，你跟他说正话他不相信，你跟他说圣经应许他不相信，那些荒谬无凭的话他就相信，你说这真就怪了。我就纳闷这些人到底那个心怎么长的，没长脑袋，你稍微长脑袋这一想那就是错误的，对不对？不会想的人他那神经病的人或者是傻子缺心眼的人，你怎么骗他怎么是，你只要你不是个傻子，你只要你长心了，长脑袋了，别人说骗就好骗了，那狗都不容易骗，你信不信？那狗都不容易骗，都比人强，狗都知道好赖脸，有的人都不知道好赖脸，对不对？你给他个好赖脸，那狗马上就能看出来，你信不信？你跟他怒气，那狗马上看不，但有的人都赶不上狗，就这些人跟着就一起跑，到处在跑，跑还到处传，到处群里发，发那个末世论，圣经话哪去了？他不看圣经话，他就听别人的那些造谣言的。那么今天我们也是这样，当有人传告诉你你要守这条，你要守那条，你要守这些规条，你要不要信呢？不信。因为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肆意崇拜，自表谦卑，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身，要靠自己克制，你本身就错误的，你要能克制了，耶稣还来救你干什么啊？你想想这件事合不合理？我们今天就要靠肉体克制情欲，你还用耶稣使我们脱去肉体情欲吗？用不用了？就没有劳，不必要劳驾耶稣基督在公元降世为人，替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替你死，就不用再劳驾你了，你就凭信心与主联合，跟他同死就完事了，不用你守那规条，这也不可吃，那也不可拿，那也不可摸，那也不可动的，就像夏娃在伊甸园，不可吃，不可摸，就给加上，这一加上就加上你自己的意思，你这家的人首先就中魔鬼诡计了。那接受的亚当，那接受的也受魔鬼诡计，传达的者和接受者都中魔鬼诡计了。那我们今天是一样，你传错了道，你告诉弟兄姊妹，咱们今天应当守这规条，守那规条，你本身就中魔鬼诡计了。因为你自己知不知道你守不住规条？自己知不知道？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你自己知不知道？行规条你守不住，你自己还不知道吗？这一块石头我能搬多大一块石头，你不知道吗？啊，
你明明能搬20斤的石头，你现在不搬20斤，搬500斤的石头，能搬动吗？搬不动。搬动结果是什么？啊？搬起石头还没等踩着，砰当掉下来，把自己的脚砸烂了，是不是啊？是不是自找的？活不活该？就是活该呀、啊！你人你自己那个脑袋干什么长的呢？那心干什么长的呢？你没想想我自己有多大力量吗？多粗大的都想搂一搂，啊？你没想想你多大，他多大？你去搂一搂，搂我要想搂就把他摔倒，就像大卫似的，我要想打哥利亚就把他打倒。你自己没有这个能力，你自己知不知道？凭自己的力量能不能打过他？你得想好了，对不对？我自己干什么的，我自己得首先得想好。信主这条路也是这样的，是不是啊？如果我自己靠守律法的规条，守这规条就能不去不败坏，就能克制肉身的情欲，那我就不没有必要信耶稣了，我自己都能达到了。现在有多少人把这信仰变质了，去自己靠着守规条去达到，仍然没有脱离败坏的坑。因为这个经文他没明白，他总把那经文解释成谁要叫我们靠肉体去守。其实你详细查看圣经，根本神不是叫你去守，神把你堵住才好呢。你听懂吗？神用一些难题给你出一些难题，把你难住才好。难住你就来靠他了。神是这个目的，神因为爱我们，因为人总想有一个自己要靠自己力量而去达到一种标准讨神喜欢这样的心，所以上帝早就知道人有这个心。就像亚当和夏娃在一天总想我有智慧和神同等，是不是这个心智？神今天才设立那些难题，神设立难题不是要消灭我们，乃是要救拔我们，对不对？神设立难题要堵住我们，塞住我们的口，叫我们心服口服，服了。当你服了，正好就遵循神旨意了。神如果设置这难题能够把你难住了，这正好就是照着上帝的旨意而行了。如果难不住你，你还能胜，你说我宁愿死在这手，那律法我就要锁定了，我就死在这手，没把你难住，证明死神的旨意在你身上不能遵循，你失败了，你不是得胜的，而失败者变得胜者，得胜者变失败者。能够守住律法，觉得我自己能守住律法，不需要耶稣，所以你失败了。没有一个人能达到上帝标准，上帝说那标准不是我把这个律法规条守住就行了，心里想的也算了，就叫你守不住，对不对？当你守不住的时候，正遵循神旨意。我按照守不住的遵行神旨，怎么遵行？我守不住主，我来信耶稣，正好照着新约所跟我弟兄约成就了。守住是守不住，我要能守住是旧约，叫你守是旧约的事儿。当我守不住，正好进新约里头，就叫你守不住，憋住你，然后你进到新约里，正好合乎上帝的旨意了，顺从上帝的旨意了，这叫遵行神的旨意。听清楚了吗？这是特别特别不容易明白的，不是所有的脑袋所有的人都能明白这个道理的，对不对？不是所有的上帝今天不是要叫人今天用肉体达到一种标准，上帝亲自要把你从罪恶里释放出来。怎么释放？不是我守住这叫释放，我守住了那我还没得释放，因为我守不住的，对不对？怎么释放？必须先从罪恶里把你释放出来，第二点是从律法中间把你释放出来，是不是啊？没释放的人别谈其他的，从律法释放。从律法释放出来，第一从罪恶里释放出来，第二从律法中间释放出来，第三从撒旦权下释放出来，黑暗的权下释放出来，世界中间释放出来，从肉体中间释放出来。怎么释放？你必须，你心里必须有一条上帝给你摆设这条路，怎么释放？如果你没明白上帝做一件事，如果你没明白，那就是最愚拙的孩子。
我那天讲的这么一个，就是一个父亲在那中间那个地方，那草坪里头立一个大杆的一个不锈钢的，外面涂上蜡了，打上蜡了，那么杆子特别特别高，上面挂了两个梨。回家对两个儿子说，一个15岁的儿子，一个是12岁的儿子，告诉回去把那个杆子上面那梨把它给我拿下来，我把家产分给你们一半。谁拿下来我分给你？你还不知道啥意思吗？你还不知道啥意思？他叫你拿下来是叫你往上爬吗？是吗？律法标准叫你达到是叫你守吗？啊，是叫你守吗？有许多人根本不明白，律法的总结是基督，我住进基督里就达到律法所有要求，甚至高过律法，对不对？你得知道，得会看眼神啊。那父亲干什么立的杆子？就是叫你够不着，你够不着才好了，够不着来靠我。你能够着你就靠你自己立，你给我够下来，把那是苹果把它拿起来，还不知道咋回事呢。你说傻不傻？有的人他就是傻，他不知道父亲在干什么。其实我告诉你，真正聪明的孩子，父亲一说话你就知道啥意思。哦，原来父亲知道我肉体软弱，达不到律法的要求，所以他才设立了律法，是不是啊？他设立律法的目的是什么？就是叫我达不到，叫我达不到。律法是旧约的东西，对不对？叫我肉体达不到，才进入到新约。其实就是把我堵进救恩的门，对不对？其实就是变相的上帝就用另外一种方法叫我服气肉体，知道自己肉体软弱，认识到自己肉体的软弱根本就达不到，叫我完全靠恩典白给的，对不对？这家产还需要你去够那个苹果就给你达到的吗？那老大就觉得自己我15了，他才12，肯定一定是我够的，就上去爬，就往那杆上爬，那流光的怎么能爬上去？外面还打的蜡，还是不锈钢的，一直空到上边挂着两个梨，还没等爬上几下子，唰就滑下来，爬一爬就唰，最后把膝盖都卡破了，精疲力尽的，是不是？气喘吁吁的，不行了，够不着，对不对？够不着，老大的失败正好给老二看，你听懂？犹太人的失败正好给外邦人看。是不是？犹太人如果失败，不成为外邦人的见解，这就说明外邦人也是个愚昧无知的人，跟犹太人没有什么两样，是不是？这老大失败了，在气喘吁吁，膝盖也都卡破了，在那没办法再往上爬了，已经没有力量了。老二就趴那门缝上看，老二知不知道啥意思？老大要靠立功是吧？要自己去爬。老二说：“爸爸回头说，老二过来了，看到你哥哥爬了吗？你把那个够起来，完了我把家产分给你一半。”老二一下把父亲腿抱住了，说：“爸，那梨是你放下去，你就有办法拿起来，你给我拿吧。”哪个聪明？哪个愚拙？那卡者是自己努力者是最愚拙的，那不努力者靠着爸爸的最聪明的。阿门，阿门，对不对？简直糊涂！上帝把天国的产业赐给我们，都不是因着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着。把世界都给我们了，都是因信而得着。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必得承受世界，不是因律法，乃是因信而得的义。阿门，对不对？我必须，上帝叫我从罪里得释放，我必须从罪里走出来，是凭信心跳出来，不再不受他辖制的就得跳出来。你今天还受罪的辖制，你还说我自由了，我好了，我侍奉主了，我是主的工人，我是主的是教会的长老，我是牧师，你是什么师也没有用的，你是身上爬那狮子也没有用的，有用吗？这是要说明什么？有许多人根本不认识上帝，没从罪里得释放，还要在教会中间占一席之地，甚至拦阻了主的真道，
今天把这条娃娃船实在是就被这些人拦阻。上帝有一天，你听着我跟你弟兄姊妹做见证，有一天上帝会把这些人全部都拿下。凡拦阻主工作的人，上帝有一天会把他拿下，你信不信？信，对不对？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前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心不义而阻挡真理的人。你可以拦阻人走道，可能比你大的人一拳把你干倒，你可能把他干倒，但你拦阻神，神给你一巴掌就够你，就够你受，对不对？这个真道现在就要往全世界传，任何人谁手伸出来了，上帝给他砍掉，对不对？你伸手就能螳臂挡车，你没办法挡的，挡不住的，对不对？上帝叫你从现在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把你从罪恶里释放出来，你必须借着圣经所应许给我们怎样能脱离罪这个方法来脱离罪，借着信主之法，把罪心没有的人才从罪里得释放，不是借着立功之法，不是借着肉体，方法多的是，但是只有一个方法是才能得到神的义，对不对？你自己的方法也是方法，别人给你出的主意也是方法，但是你用什么方法能够脱离罪呢？别人告诉你守一条就脱离罪，那是害你，那是给你往坑里领，你听懂了吗？没有一个人靠着肉体守律法在神面前称义，没有一个人，这是否定人能靠肉体守律法在神面前称义，对不对？罪这个问题必须解决，罪的诠释也必须解决，这个人才能真正的解决问题，对不对？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有许多人在这个地方就迷昏在这个地方，甚至走来走去又钻到那个圈里，走来走去又钻到那个圈里，谁让你进了那个坑里？上帝给你救出来，不能再回到那坑里，对不对？回到坑里，为什么叫你？耶稣提到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这背起他的十字架不是说我天天就在苦里边活着就好，我天天用信心与主的十字架进行联合，这叫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踪，这是用你自己的信心与主十字架进行联合，对不对？活着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这是保罗的心智。活着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如果是我，我就得靠手，就是靠守诫命、守规条、守律例、守典章，对不对？但如今你不是犹太人了，你也不是利未人，我们是属基督这个支派的，基督是犹大支派的，那基督是靠无穷之生命的大能，那我也得靠无穷之生命的大能，否则的话我靠凭肉体又回到旧约利未人这个支派里。现在有多少人？我是利未支派的，利未支派都死了，你也死了。利未支派为什么死？就因为守律法守不住死的。那你说我也死，我也守不住，我也死，那你爱死没有人拉你，对不对？想投河的没有人拉你，想跳楼的没有人拉你，爱死谁死也管不着，对不对？因为你想死啊，律法本身是叫你死的，基督是叫你活的，对不对？律法本是定罪的，基督本是叫你称义的，对不对？律法本是捆绑你、辖制你的，基督是释放你的。你还在律法里，你说你是被释放了，你骗谁呢？你啊，你觉得谁都没有你聪明呗？你还在活在败坏的坑里，你告诉我释放了、自由了，骗谁呢？明不明显呢？现在整个的教会中间错谬的特别明显了，就在救恩真理上根本就不晓得、不明白上帝的心意。他就以为自己已经得释放了。今天我们说的释放，就是今天我已经是脱离这件事了。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认罪了，脱离罪了，对不对？因为是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里释放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释放我，对不对？在基督里释放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这两个律已经脱离了。脱离的人真正得释放，没脱离的人仍然没得释放。听懂了吗？没脱离人在哪里？在罪里。脱离人在哪里？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得释放。那么我们就是只要是你不缺心眼的人，我这么一讲你就听懂。真正
被释放的人从罪里得释放，罪里得释放，死里就被释放出来，和死没有关系的。我们和罪没关系，和死就没有关系，就不是败坏的农夫，对不对？那我现在我和律法有关，我就和罪有关；我跟罪有关，我就跟死有关；我跟死有关，我和败坏有关。你以为什么是败坏呢？越守律法的人越败坏，越靠守规条的人越败坏，越不靠守的人，靠主的人，靠圣灵得胜，就当靠圣灵行事的人，他就不败坏，对不对？罪就不做你的主，不然的话，罪做你的主，这样人嘴上喊得挺欢，在教会中间也很火热的侍奉神，但只是外在的，只是虚浮的侍奉神。有一天，上帝要把这件事都显明出来，因为这个道现在继续的往上传，不住的往上传，对不对？你可以看到一个教会，你可以问，你问他，你现在从没从罪里得释放，看他怎么说。看我们回到罗马书，看怎么说的，从没从罪里得释放。你看罗马书第六章讲的特别特别清楚，从罪里得释放的人做了神的农夫，就有成圣的果子，对不对？从罪里得释放才能结成圣的果子，没从罪里得释放怎么结成圣的果子呢？注意看啊，我们看十六节下半部，或做罪的奴仆以致死，我们的肉体做罪的奴仆已经死了，跟基督已经同葬了，对不对？或做顺命的奴仆，对不对？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成义。那做顺命的奴仆谁能顺命呢？罗马书七章25节，谁是顺命的奴仆呢？谁是不顺命的奴仆呢？25节就解释这段经文了。所以你不能看那一段，看前后你知道说这谁做顺命奴仆，就以为那个是他顺命我不顺命，不是这么回事。这里边你看讲的是谁做顺命的奴仆。25节，感谢神，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的。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倒却顺服了罪的律啊。哪个是顺命的奴仆？内心是顺命的奴仆。那你要用肉体硬做顺命的奴仆，能顺命吗？我告诉你，肉体死的就是顺命的奴仆。听懂了吗？听懂了。你肉体砍，今天我用信心把肉体归入基督的死，这就是顺命的奴仆。听懂了吗？我肉体因罪而死，这就顺命了。我认命了，我认我这个肉体要因罪而死，这样的人是认命的人，就是真正遵行神旨意的。什么叫遵行神旨意？肉体因罪而死，心灵因义而活，肉体甘心的死，不再做罪子奴仆了，这就从罪里得了释放。再往下看啊，17节，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从前的肉体做罪的奴仆，下面是现今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真理的模范，心里顺服了，对不对？从心里顺服，还是内心顺服神的律，肉体顺服罪的律。从前肉体是顺服罪的律，现在肉体死了，用心灵来顺服所传给我们的道理，对不对？的规模，什么意思？的模范，模范是什么？模范就是基督，基督是死了又从死里复活，我们也从死了从死里复活，对不对啊？再看，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说，这肉体是软弱的，不能做顺命奴仆，对不对呀？就照着人的常话说，说什么呢？你们从前怎样把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注意看，那肉体的肢体献给不法不洁做奴仆，下面看，以至于什么？以至于不法。下面说，现今也照样将肢体，这新的肢体，属天的肢体，属灵的肢体，从神生的肢体，献给什么呢？献，说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心灵就因义而什么活了。因为你们做罪之奴仆的时候，就不被义约束了，
做罪之奴仆不能被义约束。从前做罪之奴仆，现在肉体已经死了，不再做罪之奴仆了，心灵因义而活，做义之奴仆了，就不被什么约束了？罪的约束。当我做罪之奴仆不被义约束，当我做义之奴仆不被义罪约束。记住这句话，听懂了吗？好，再往下看啊。你们现今看为羞耻的事，当日有什么果子呢？看为羞耻的事，羞耻是表面肉体中间的，对不对？对。有什么果子呢？那结局不就是死吗？那肉体死了不合适吗？不正好合乎这句话了吗？那结局就是死，那我的肉体结局死，对不对呀？对。对的。再往下看，再往下看，二十二节。当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什么？释放。真释放了吗？释放了。从罪，因为我的肉体因罪而死，从未从罪里得释放。一死人是不是脱离了罪了？罗马书第六章第七、第六节、第七节这两节经文讲得特别清楚。罪身是灭绝了，不用罪身来守规则就做义之奴仆了。罪身灭绝是因为他因罪而死，献给罪了，因罪而死了，灭绝了，对不对？对。对，这个经文特别特别难解，特别特别难解。不用两个人来解释这段经文，一下就解错了；不用肉与灵解释这段经文，一下就解错了，对不对？你再往下看啊。因为就或做罪的奴仆，你看，但如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做了谁的奴仆啊？神的奴仆。没从罪得释放，你说你是神的奴仆，你才说鬼话，这是说鬼话，对不对？什么样人能做神的奴仆呢？从罪里得释放的人，没从罪里得释放，说我是神的仆人，上一边待去。听懂了吗？怎么从罪里得释放？肉体因罪而死了，和罪没有关系了。现在看肉体是死的了，和罪没有关系了。心灵因义而活了，一死的人是脱离罪的人，就不再做罪之奴仆，乃做义的奴仆了。心灵因义而活了，清楚了吗？好，再往下看啊。因为罪的工价乃是什么？死。罪的工价乃是死。现在我肉体现在得到的工价是跟基督同死，结没结束？结束了。结束，完事了啊、哦，不要找后账了。这样我好从罪里得释放，这样的信是照着圣经所信的，就从罪里得了释放。你听没听懂？我一看你眼睛，我就能看。不信你去试试看，你坐在那，你听没听懂？你心里话魂，我都知道。除非我里边没有主的灵，你不注意听，我都能看。你信不信？你不注意听讲，你在下面，你不注意听讲，你不永远不会明白。你在下，你在心里在话文在说什么，我都把你心都给你扒出来，看看。你不要以为王一浩太夸口了，怎么心里想的他都知道，心里想不知道就坏了。伊利亚坐在那个山上去了，五十夫长来干什么都不知道吗？他连面都活头都不会，坐在那个地方，盘腿大坐在那个地方，五十夫长那个夫长的头就来了，就说什么呢？我的王叫你下山去见他，神人呐，王要叫你下山去见他。我若真是神人，愿火从天上降下，烧灭你和你这五十个副长。啊，他心里想什么知不知道？知道。第二回又来了，又打发还是五十个人又来了，这傻不傻呀？头一个死一伙死了，第二伙又来了。就看这一个人，我们五十个人要打这个人不成问题的，我就来威胁你。为什么拿五十人？是不是叫威胁伊利亚？你信不信？伊利亚看算什么？四百五十个都照样杀死，过着你，何况你这个五十个呢？你算个什么？伊利亚里面是神的灵，对不对？神的灵一感动他，火从天上降下烧灭他嘛。他根本连坐在那动都没动，五十个人连这个副长点天灯了，对不对？着火了，身上就开始像蜡子烧的咔吧响，那肉全部都烧化了，对不对？他说第二伙又来了，这天不去吃，最聪明的是第三伙，最聪明的是第三伙，是不是？你看有的人就是傻，
头一回以色列民死了，第二回还要跟着上去。有没有这么傻的人？头一回以色列已经倒闭旷野，因什么倒闭的？啊？是因律法捆死在旷野中间的。那今天我还在罪里头，还受律法的捆锁，我还说我释放的，释放了吗？没释放啊。在律法下的人没释放，在罪下的人没释放，因为罪的权势就是律法，一提律法就跟罪就挂钩了。你听懂吗？因为凡犯罪即属违背律法，违背律法就是罪的，对不对？你还在罪恶里头，还在律法下，我释放神，我做神的仆人，我做一个传道人，我做一个长老牧师，你不过是在教会中间住着，对不对？你不过是图点什么？你不图点什么跑教会干什么？你连存什么生命都没有，你跑教会里干什么去了？现在多少人随着情欲增添的师傅啊，掩耳不听真道。你看到那地方他也不看，有人说看好了就传说这个节特别好，你看一看。不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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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急急忙忙就往外拒绝，也不看看到底是什么就往外拒绝。网上东西不要看啊，在哪教会你就得受哪教会管，好像那基督徒就被卖给那个教会似的，他们花钱买的，其实在那教会中间他们一分钱没给你拿，你们给他们拿钱供养他们，是不是啊？何等的糊涂呢？到我们这里什么时候管你们要个钱了啊？到这里听到是白着你在这里听到就行了，什么时候管你要钱了？要过吗？张弟兄要个钱吗？我要个钱吗？很明显的吗？那些人很明显有里面有私心里头，对不对？不过是为利混乱主的道，在你们身上取利，对道上一点都不明白。上去这不能讲几下，先把四条诫命拿出来，再讲几下就把那个十一奉献拿出来，就叫你守这些东西，就守旧的，啊？中国人守犹太历，就叫你这么干，啊？现代人守古代的历。对不对，弟兄姊妹？好，这里边说，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神的奴仆，做了神的奴仆，下面就有成圣的果子，才能接成圣的果子。没从罪里得释放，不能做神的奴仆，下面可能做神做接成圣的果子吗？这不是骗人吗？这不是骗人吗？你问他现在是罪人是义人，他现在我是罪人是义人呢？我到底是罪人是义人呢？你们说你们得救了，我都不敢说我得救，你们说你们得救了？一个长老就我们那边就有长老，天天跟信徒说，我都不敢肯定我得救，你们还敢肯定吗？你说这样的长老，你说将来得怎么办啊？你说得怎么办吧？有一人说这个话，你说个这样话，说打开地狱的门，长老牧师一大群，有人就有这个提前的看见，将来就那些随众情欲增添，我是牧师，我是长老，都别人封的，轻易的我们不封牧师长老。你有什么权别封牧师长老？不是圣灵分赐的这个恩赐，你封牧师长老，有一天你就会知道，对不对？这群人，你说他们讲的是什么东西？注重的是什么？拿盘子倒是像要饭的似的，像那耍猴似的，耍完猴再给当当当一打锣，要饭了，要钱，给钱了。想到怎么还要钱吗？圣经怎么说的？我们白白得赖，也要白白的什么？舍去，对不对？要什么钱？那个事儿怎么就一次没叫我摊上？我怎么也没看到他要钱的件事？我在网上看到，给我气的简直了。好几个人瞅那地方往里乱乱往里送钱，要不送钱就坏了。好多人家现在不就是拿这个锣当当，刚锣翻过来，来给钱。讲还没讲到五分钟就要一把，再讲了五分钟又要一把。他们是干什么的呢？你们是基督徒吗？是基督徒能不能分辨？会不会分辨？历史历代中间在圣经的所有记载的
包括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有没有拿一个锣到处在要钱呢？没有。这样的人就是从撒旦来的。阿门。家长给医病，家长见人在释放给医病，行巫术叫众弟兄姊妹都重伤协助了啊，叫上教会的人跟从他们的人都送协助，就欺骗一些不认识神的人，那些人满地打滚，被鬼附上，你看什么形状都有，有老鼠那种形状的，你不信你在网上搜一下灵恩派这三个字，回去看一看，你回去看一看，你看那群人他是在什么光景，一句真理都不讲，一句圣经的话都没有，就来那呼号的，天天就来那呼号赶鬼，从教会从人进去就开始赶鬼，再就说方言，哎，再就说赶鬼，再就医病，医完病就要钱，这是从神来的吗？啊，这是从神来的吗？你看完了你就会就知道这个整个的教会中间被这些人混乱到什么程度，特别是中国的教会目前受到南韩受到美国一些其他异端的冲击，整个都进入到中国了，整个这个都南韩的那些错误的东西已经搬到中国来了，美国的那些错误的道理都搬到中国，其实变相都是撒旦教入了中国，看谁今天上帝也借着这件事考验一下，看中国的信徒的根基到底如何，信仰的根基如何，一塞有多少人都在屈服的，被鬼附上还感谢你呢，对不对？拿着钱还感谢，哎呀，谢谢牧师啊，谢谢长老。你看不看他这些人，卖了还帮人数钱呢，被卖了，还帮人查钱的错，标不标，傻不傻呀？怎么连一点分辨都没有了呢？这就说明这群人根本他里面没有重生的生命，说被人骗就被人骗。很可怜很可怜，一看那些女的就被那鬼附着的，那叫的那声音老惨老惨的了，披上个头发，那头发都不扎的，衣服也扒了，神的灵是叫人混乱的吗？是的。圣灵是叫人混乱的吗？主的道是叫人混乱的吗？今天主的工人是给人传那些东西吗？啊，那是医治吗？那是释放吗？到底真正的医治释放在哪里呢？圣经里讲的特别特别清楚的，对不对？你没有从罪里得释放的人，你还在撒旦权下，在律法权下，在黑暗权下，在世界的这个黑暗的世界中间，你没得释放的。你说别的释放，假装做那个巫术，行巫术也能干那件事。托大神，你看现在这医治怎么医治呢？圣灵恩高高你，圣灵恩高高你，他不懂圣灵恩高是什么。圣灵就是恩高，恩高就是圣灵。他圣灵恩高高你，像亚罗户尔一样的，像亚罗户尔呢，手呢都举出来，照着摩西的脑袋都举出来。摩西在前面就那所按的那病人就说传递能力，上人那传递能力了，都跑旧约里头了，就有人就这么受骗上当。今天我们的能力需要人传吗？他说你只要迎合了这个条件，哎，这个病人就得医治。行巫术的后面那个人一旦就要按手要倒到后面的，赶紧弄两个人到后面呛了，那跳大神那个整个的经过就跟这个经过是一模一样的，不信你可以看啊，出马的东北都知道什么叫出马，跳大神的教鬼的行邪术的都这么干，教会中间没有这种现象，历史历代没有这种现象。当他得到能力的时候，彼得走到哪里头照着影子那个人就好了，对不对？彼得一传道就有几千人悔改，就得释放得自由了，这道就能建立人，对不对？对。那他们用这种方法在哪里有这种方法呢？哪里有啊？这根本不是基督教里的东西啊，搬到基督教还得奉主的名，这圣经就有这话，对不对？他就拿着主耶稣给你们打旗号，不然的话不能骗人，因为信基督的人都好骗，信基督的人都实在，但你实在不能傻呀，
你不能标啊，谁说什么你就受骗呢？我那个东西拿出来，我得拿个十个，对不对？我得清清楚楚知道这是什么。跳大神来了你也受骗，信佛的来你也受骗，你说经常受骗的人，这就说明你的信仰有问题，是不是啊？是随波逐流，人说什么你就相信的人，心怀二意在信仰上不扎根的人，这群人都容易受骗。我们今天都讲的医治和释放和他们讲的绝对不一样。我们首先是从哪里头得医治呢？属灵的生命得医治，灵魂先得医治，下面是灵魂得释放，从罪里首先得释放，对不对？肉体不是释放，肉体是因罪而死，就脱离了罪，对不对？肉体的罪是今天我讲的是除掉肉体的罪，不是要叫你靠肉体今天守到什么程度，不是这个意思，是不是啊？是。我们通过圣经的话就可以知道，肉体这个过半不是给你洗一洗，对不对？而是给你除掉、灭绝、死掉，这个人必须死掉，一死的人是脱离的罪，对不对？那你回去看不看圣经呢？你看不看？这样的经文多的是，已死的人是脱离罪，罗马书第六章第六节，是吧？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用死来脱离罪的，用脱离这种方法是用死来脱离的，借着受洗归入基督死，用死来脱离罪，脱离哪个罪呢？属肉体的罪。那属灵魂的罪怎么脱离的呢？借着因信耶稣基督，对不对？他的血就洗净我的心了。心是洗，肉体不是洗，肉体是归入基督的死。这两个有多少教会讲错的？我的本罪，我的原罪解决，我本罪还没解决，我的罪行被洗了，我罪性还没被洗。有没有这样的？有没有这么讲的？这么讲本身就是错误的，因为没有一句圣经的依据。在我们那边讲道全是这么讲的，我罪行洗净了，罪行还没洗净，没洗净表明你还是什么人？罪人，你从不从罪里得释放？没有，没得释放，你是谁的奴仆？是罪的奴仆。是罪的奴仆释放什么？啊，是罪的奴仆能释放什么？你愿意释放神，上帝也不要你这样罪人释放神。上帝要的是什么？圣洁的，我有瑕疵，是上帝用他自己羔羊的血所赎买来的一群人，无罪的、无玷污的、圣洁、我有瑕疵的这一群人侍奉上帝，好不好？好，对不对呀？对。你看听清楚了，如果我刚走，马上我就要离开这里，我刚走，有许多弟兄姊妹又转到那里去，为什么会转的人我就发现他，你看我哪一次我都说这瞅一瞅，那看一看，这听一听，那听一听，从来就没有把我所讲的道一系列从头听完。不信你听一下啊，这次你回去你就把这个道听完。听哪一个？先教你听福音，什么是福音？第二听因信称义，第三听律法与恩典，这三个按照顺序听。你听完，你如果没听明白，回来找我算账，好不好？不管你用什么途径，张弟兄这个可以可以，叫张弟兄把这三个给你刻下来。第一是福音，第二是因信称义，第三是律法与恩典。这三个你听吧，你别听别人说什么，你就把这个三个听完，因为每一个系列都讲了好长时间，都讲了好多讲，你能听完就是你的福分，按照顺序来听，好不好？好。有要别人就上张弟兄，跟张弟兄联系。你别我不会看呢，我上哪都一样听到啊，不信你听听试试，我今天所讲的道上别的地方听不着，肯定不是这么讲，百分之百不是这么讲，百分之百告诉你弟兄姊妹，可千万不要相信你是艺人啊，谁敢说自己的他是艺人呢、啊、我都不敢说我自己是艺人，你还敢说你是艺人吗？这样人你听见这人这么说话，你就赶紧离他远一点，你听懂吗？这义的和不义的不能什么？说没说？他告诉我不是义人，我到现在还是蒙恩的罪人。你快叫他上远一点山吧。他告诉我是犯罪的义人，
你告诉他上街待去。嗯，在哪儿地方记载这样？义人就是义人，上帝都是告诉义的和不义的分开，对不对？基督和比列分开，神的殿和偶像的殿分开，是不是？神都叫你分，神没有叫你混在一起。我们和不信的人原不相配，他们说这句话明显是不信的。不信怎么到教会里来了？图利呀，图名啊，在地上没得着利，在地上没有名，我到教会什么争名夺利，这教会增加还有爱心，弟兄姊妹还能分一些，在这里得点好处。你看破他撒旦的诡计，就不能再给他供应。谁不给他，他起来就攻击你，这就证明这个人不是从神来的。圣经不是这样说，谁不供给他，他就起来攻击谁。就得供给他，他不攻击。这人本身就是从撒旦来的，不是从神来的。耶稣和使徒，所有这些使徒从来没有这种现象，这根本历史历代在教会历史中间根本就找不到。所以我希望弟兄呢，弟兄姊妹先看，先别着急，先一步一步看，你别再看一点儿，放下，再大看一点，就这样的一辈子不再明白。在网上有好多人跟我一聊天，我一听的，我说我一听你说话就知道你一遍，我所讲的一系列一系列，你连一个都没看到。你要看到头，你嘴不能说这话，你嘴说出的话语，你根本不在信心里见到。上帝今天喜欢的是用信心来脱离罪的辖制，用信心来脱离律法的辖制。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现今就脱离了律法，要按照心灵的心样，不按照遗文的旧样。好，咱们今天讲到这里吧。亲爱的天父，感谢赞美你，感谢你带领我们一同来查考你的话，因为你的话语何等的宝贵，你的话语是我们今天生命的粮，我们今天吃了你的粮食就不饿，喝了你所赐给我们的水就不渴，他要在我们里边成为泉源之流的永生。主啊，你怜悯你自己的众教会，因为你知道你现在众教会现在是何等的光景，求你怜悯你自己属于你自己的子民，使他们不受那些恶人的搅扰，不受那些恶人的诱惑，使他们实实在在回到基督的正道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你并没有在我们中间没有丢弃我们为孤儿。求你亲自带领众弟兄姊妹，使他们都在那坚固的根基上站立得稳，在你基督的真道上站立得住，好叫我们成为基督的精兵。求你借着我们的口来传讲天国的福音，将世界上属于你自己的儿女都从世界中间呼召出来。说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求你来祝福你自己的众儿女，祝福你自己的接待家庭，祝福你自己的教会，将得救的数目加增给你自己的教会，将明白救的人加增给你自己的教会，使我们都站在主你的面前，等来的日子使我们都成为荣耀的见证者。主啊，你必能够赐给我们冠冕和荣耀，使我们在你面前得到主你从天上来的赏赐。主，感谢赞美，愿颂赞荣耀和权柄都归给我在天上，阿爸。这样的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请弟兄为我们祝福。亲爱的天父，感谢你，阿们，感谢你引导我们这一段时间的聚会，阿们，因为弟兄姊妹能够肯舍出自己的时间，阿们，来到这里听到，这是何等的何等的荣耀，阿们。今天就求你照着你在圣经应许给我们赐福，阿们，你祝各的赐福，阿们。凡来到今天坐在这里的，主你一个也不丢弃他们，阿们。主你将属天的福气赐给他们，阿们。将属天的生命丰丰富富地临到他们，阿们。凡来到这里的，无论他们出进，都叫他们得到你从天上来的赐福，阿们。因为你是赐福者，阿们。我们今天是承受者，阿们。求你今天叫着名字来的赐福给我们，阿们。使我们属灵的生命更加的增长，阿们。使我们站在这个世界中间能成为荣耀的见证者，阿们。求你大大的从
从天上倾覆给你自己的教会。阿们。求你叫你的教会在这世界中间被兴旺起来。阿们。成为传福音的使者。阿们。成为每个弟兄姊妹都成为主别人的祝福的杯。阿们。求你大大的赐福给你自己的众儿女。阿们。照着你自己的应许成就你手所做的工。阿们。使我们不至于退后冷淡。阿们。使我们在这条路上一直持守到底。就求你将圣灵来感动你自己的众儿女，圣灵充满你自己的会体，因为今天我们不是被这世界的情欲充满，乃是被你的圣灵所充满。求你充满这里每一个儿女，使我们在你面前成为你所喜悦的儿女。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在你来的时候使我们每个人都得到丰盛的荣耀。听我的祷告感谢祝福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